华来自庾澄庆的作品啊，这张的这个专辑呢，当时翻唱了很多经典的作品，口水歌都编得非常非常有特色。这个专辑里面呢，其实里面还有热情的沙漠，然后还有这个新不了情，当时都做了不同的这个感觉的改编啊，非常值得大家去找这个哈林的这张专辑来听。接下来的作品呢，这位歌手也是非常非常特别，当时他只出了一张专辑，然后这个人。